石墨烯的温感精油贴，你会觉得酸会痛，就表示你那一个地方有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的湿气跟寒气都卡在那边，所有的病都是从寒气跟湿气来的。寒气跟湿气太重，很多人就是会容易水肿，最先会表现在就是你的皮肤的状况，可能会很容易有湿疹啊，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是会不一样，他可能就是会特别干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其实呢，如果你是一个皮肤容易过敏的人，也表示其实你的体内的湿气跟寒气应该蛮重的。因为我不瞒大家说，其实我第一次在贴这个贴布的时候，我是过敏的，但是我过敏的地方很有趣，不在我贴贴布的地方，是在其他的地方，然后再加上我本来几乎就是一个蛮嫩的人，反而就是这种分子比较细的精油贴布，它真的是在把你身体的那一些东西给逼出来。其实我现在觉得它应该已经有点湿了，哦，都是水，真的都是。来，我让大家看一下，超夸张，哇塞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那个水滴有没有太大？它里面有加姜精油、乳香精油、佛手柑精油、薰衣草精油、冬绿树精油，都是运用这些精油去帮助你的整个身体做代谢，然后它特别加上了石墨烯，这几年非常红的一个成分，让你的这个贴布的局部区块都可以达到很有效的效果。